马来西亚雪隆慈济社教中心师生成果展。我希望通过这个成果展呢，可以让一些就是学生在这里上课。 他们把他们所学的可以呈现出来，还有他们的家人一起带过来参与我们这个活动。现场除了体验课，也有学员将社教课所学搬上舞台与大家分享。因为我们一个学期就12堂课，12堂课就结束之后呢，他们就自己练，自己练的时候，其实我一直都是他们就录影。 录下来啊，这是我练的，然后我就看他就讲评，我们就通过这样视频一直在沟通，然后我就觉得他们有今天这样的一个成绩，当然不是讲特别优秀，可是我觉得那是感动的，认真的。在这里，音乐不止陶冶性情，还蕴含人文。我觉得这里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，实际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理念，很好的心态，就是大家都不会很负面。 我们都是很有很正面的，都是带着很鼓励的心情的。你只要一来到这里，那个环境就是很鼓励的。社交成果展是学员长期默默耕耘的学习轨迹，充实丰富的日常生活。大爱新闻真善美职工林启斌，马下报道。来看看。